欢迎收看今天的天籁新主打，我是你的 VJ 杨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群充满活力的男孩，让我们掌声欢迎 UNIQ。 OK，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二三，大家好，我们是 UNIQ。 哇，欢迎 UNIQ。哎，这个所以你是队长对不对？对。刚刚我们在录影之前呢，队长就特别贴心的说要带领所有成员跟我打招呼。我发现真的有队长在，然后大家都很团结，很有这个默契，对不对？对对对。这个你们知道 ，UNIQ 其实，在你们出道之前，我们就已经非常在微博上面啊，都看到很多关于你们的讨论。你们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扛着1亿的梦想吗？所以压力很大。对，这个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就很多包括老板也好，对你们都寄予厚望。对，因为知道你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选拔培训出来的一支全新的偶像男团。对，我们要每个人逐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在队里负责低音说唱的队长妈妈周艺轩。那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妈妈周艺轩？为什么妈妈？因为长得像。长得哎，没有了，没有。他们给取的，就说外号。对，取的外号。就觉得我平时比较啰嗦。要照顾。然后要照顾，会照顾大家。大家好，我是在队里负责 rap 唱歌的陈岩。这样扶着他真的很像妈妈，你照顾他的感觉。他特别这个好模仿，喜欢模仿。嗯，对，喜欢模仿。他模仿的时候特别模搞笑。模仿谁？模仿是他，模仿是他。他模他那个模仿模仿模仿，模仿。多待久的中文，我们要介绍一下，队长是中国人，然后陈岩是韩国人啊。一会儿我们再逐个介绍另外三位。所以他怎么模仿？他模仿声音特别像啊。对，模仿谁的声音啊？模仿动物，动物。来试一个。第一个，我们猜一下是什么动物啊？香气的狗。你可以先讲，先他不说，先不说，懵懂。之前我别的，别的还有没有听到？好，先生气的狗。别的，OK， 不要 ，OK。这是生气的狗啊？对，这是让你猜，让你猜是什么？鸡？你怎么这样？不是鸡吗？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这狗。为什么？那是什么？这个什么动物？看见了什么狗？猴子。啊，这是猴子。啊，是我的智商的问题。我跟你模仿的非常好。不是哥哥智商，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下。再来另外一个，再来一个。漫画也可以吗？漫画，漫画可以。啊。OK， 这个动物，然后那好，模仿蛮好吧。OK OK， 先动物，先动物。哇，这模仿最像。哦，再猜不对就是我的问题了。还有漫画呢？漫画，在这个黑，它开着光。哎，不能笑，不能笑。因为在每次都自爆。因为这个模仿里面有几个一个情境，巨人的名字，所以 OK OK， 没关系，来，海贼王。我模仿桑吉，桑吉，那个做厨师 ，OK， 对，是。Nami Song， 为什么把脸遮住呢？模仿的时候，因为我模仿的时候太臭。哎，我们要看一个，你模仿那个猪的时候表情是什么样的？陈演来一个，他是飞机。来，我们要手秀一下，来看那台机啊，模仿猪。哦，一点都不丑，对，表情就挺可爱的，这果然是表情怪一些。认真看我的你，多希望能擦出爱的火花，能说出你心中的话。把他的我心，把他的我心给。
大家好，我是在这里负责男子汉主唱的李文翰。哎，不对啊，你如果是负责男子汉主唱，刚刚讲话就要再 power 一点，再一点啊。好，来，take two。啊，给我发声男子的声音吧。好，大家好，我是在这里负责男子汉主唱的李文翰。耶耶。你平时个性是什么样子？是男子汉的？个性啊，个性。不是，个性就是挺男人的。嗯，真的。对，他们都在笑你。我们来爆料一下，来一博说说看，他男人吗？非常怕虫子，怕亏。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不男子汉。哦，非常怕昆虫。然后他每天我们练习的时候，突然发现着你的声音。这样子，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现在解释一下怕昆虫这个。怕昆虫是就是很多人都怕的嘛。然后好像很少人怕昆虫，特别男生。现在场怕昆虫的举手，举手吧。全怕昆虫，只有你一个。我给个，不是都怕都怕，没有都怕。怕昆虫吗？不怕啊。没有。我喜欢昆虫，喜欢昆虫，我们最爱小动物。所以你看到昆虫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受不了它那个翅膀上的图案，还有再加上肚子，它的肚子。负责说唱和舞蹈的高冷一博，其实这边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不能说话，不说话的那样的感觉，对，怕生，对，啊，真的，见到陌生人会比较的害羞一点，对，然后，所以会被误认为高冷，然后，而且他是害羞，但是别人看的时候，他长得很愣的感觉，很愣的感觉，很愣的感觉，冰淇淋，很愣的感觉，因为你对此事没有解释吗？我就是高冷，好，最后一位。大家好，我是在队里负责主唱的大柱子向柱。大柱子，你在队里负责什么？我在队里负责柱子感，性感。我们觉得最近他最近在队里负责可爱。对，从前负责性感，本来是计划负责性感，没有，从前也没有性感啊，也没有负责，他自己自认为自己是性感。其实我的负责是大柱子。大柱子，你觉得你最性感的部分是哪里？哪个地身子上哪个部位最性感？肩膀，没有双眼皮的大眼睛。你给大家秀一下，来到前面来。秀一下你的肩膀和你的大眼睛，来对着 camera。肩膀，oh yeah， 大眼睛，哪里？大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哇哦！看吧，看，长叹一口气。哇，长叹。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性感啊！对，性感，这是你性感的部分。我睡觉的时候，我特别性感。怎么说呢？我的。睡觉的样子，要问一下跟你一起睡的文翰。他睡不了，看我的时候。为什么？太性感。因为我的长腿，那个仙爽。我长腿仙爽。对，长腿仙性感。我来解释一下他。妈妈，你管一下这个孩子，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就说我的腿，他的腿有腿很长，然后线条很好。对啊。然后很性感，很性感。对啊。仙爽。仙爽，仙长，对不对？仙爽啊，他说他的腿毛很仙长啊，真的。有腿毛，你怎么猜猜？怎么？有腿毛吗？没有，我没有哇，我没看一下，现场测验一下。我长大了，我长大了，太可爱了！欢迎我们五位啊。笑容感动你的忧郁，未来所有日子里要把所有爱填满你的空气，无论晴天或者下雨，像你的天使守护你。 Alright， 不要再等待，抓住我的手快，一切都会是最好安排。 That's right， 你看我在 crazy。